缘分的一次合作吧，就是首先就是跟制片就是见过以后，然后就是聊得特别的开心，然后见到他以后，然后其实也是就是觉得非常贴合宋延基这个角色，然后他可能觉得我也比较符合技术这个角色吧，所以大家都觉得比较有缘。技术不拥有，然后在那个。我要去拉他，真的就是我要游一段找到他。我是在非常窄的一个小道上，然后要一脚踩到油门，前面就是花坛，然后这边都是人，就稍微不注意就可能真的是会出事。然后当时就是一脚踩到底嘛，然后因为要卡住，在机器正好停在那里，就是它很紧，而且速度非常快，那种丝滑啊，真的是好慢。